据说相互射击的两颗子弹会融合在一起，而很多电影中都有这样的名场面，并且美国博物馆还收藏有这样两颗子弹。相传它被发现于1862年的菲德里堡战役，可这到底是确有其事，还是有人故弄玄虚呢？为了验证子弹能否相互融合，留言组决定用实验为大家揭晓答案。于是，在粉丝们的支持下，吉米弄到了两支当时的同款枪支。而由于这种步枪使用的是质地较软的铅制米尼弹头，理论上是可能融合在一起，但现在这种子弹市面几乎已经绝迹。于是亚当将融化好的铅水倒入模具中，冷却脱模后就做成了铅弹。但如何才能让两颗子弹精准对撞呢？吉米的计划是将两把枪支分别安装在支架的两端，并且用激光瞄准器进行校准，以确保开枪的时候子弹不会射偏。同时他们还给枪管加装了护圈，这样即使在射偏的情况下也不至于损坏枪支。但实验的重点是保证两颗子弹同时发射。而为了精确调整枪支的激发时间，吉米给发射装置安装了定时器。首次测试他们在中间放置了一块防弹玻璃，以便通过弹孔来校准弹道位置。等一切准备就绪之后，他们给枪支分别填装了80格令的黑色火药，然后在防爆室外扣动了扳机。虽然弹道保持了一致，但子弹并没有融合在一起，反而相互弹开了。因为通过高速相机他们发现两颗子弹的出膛时间相差了62毫秒。随后他们取走了中间的玻璃板，并且重新调整时间后再次扣动了扳机，而这次子弹却在中间擦肩而过，显然让子弹相撞并没有那么容易。之后他们进行了多次尝试，但都以失败告终，不是没有瞄准就是子弹不同步，难道实验就此终结了吗？这时亚当想到了更好的方案，他将其中一颗子弹固定，然后用另一把枪瞄准射击。由于子弹处于静止状态，所以这样会更容易被击中。可子弹真的会相互融合吗？等他们重新准备好之后，吉米再次扣动了扳机，随着一声枪响，这次子弹精准命中了目标。当亚当从地上捡起子弹时，他们惊讶地发现真的融合在了一起。本次实验非常危险，大家千万不要随意尝试。据说把手伸进融化的铅水中不会被烫伤，并且有位战斗民族小哥还表演过徒手劈铁水。难道上千度的融化金属就只烫嘴而不会烫手吗？为了搞清楚其中的奥秘，亚当和吉米决定将自己的手伸进融化的铅水中，但在让自己变成烤猪蹄之前，他们需要进行一个小型测试，看这一现象到底是什么原理。亚当利用喷枪将一颗钢球烧红，然后迅速放进装有冷水的鱼缸中。通过高速相机可以看到，当钢球接触水的那一刻，表面就被一层气泡包裹住，使钢球与水不会直接接触。这就是莱顿弗罗斯特效应，当高温物体接触水时就会产生蒸汽并包裹住表面。由于气体导热速度比水慢，所以就形成隔热保护层。那么是否只要将手打湿就不会被烫伤了？接下来他们将铅块放进熔炉中并加热至熔融状态，经过测试温度已经达到了725度，但两人担心自己的手指会变成烤猪蹄，于是吉米掏出一根18厘米的香肠，如果从铅水中拿出来出现了变色，则表示手指会被烫伤。吉米将香肠沾水后放进了铅水中，又迅速抽出，虽然只有一瞬间的功夫，但香肠还是发生了轻微变色，并且上面还沾满了铅水。而重复测试的结果依然相同，吉米猜测可能是铅水的温度不够高，于是他们继续将铅水加热到850度。随后亚当再次将香肠插了进去，而这次的香肠不但没有任何变化，甚至摸起来还是冷的，这让两人产生了个大胆的想法。为了验证铅水是否真的不会烫伤手，吉米将自己的指甲修剪干净，以免沾连铅水而被烫伤。为了安全起见，他首先尝试用没用的小拇指进行测试，而让人惊讶的是，他的手指不但没有受到任何烫伤，反而还感觉挺舒服。紧接着他用自己的食指再次进行了实验并插得更深，可结果依然相同。有了吉米在前面充当小白，亚当便决定玩票大的，他放心地将整个手伸了进去。然而让大家失望了，虽然感觉到水在周围沸腾，不过他并没有被烫伤。这就是莱顿弗罗斯特效应发挥了作用，可即便如此，这种行为依然非常危险，大家也一定不要尝试。我是探索哥，想看什么奇葩实验在评论区告诉我，咱们下期见。据说有人通过瞄准镜射穿了狙击手的眼睛，电影《拯救大兵瑞恩》里就有这样的剧情。年轻的唐老大被敌人击中之后，队友贯穿瞄准镜成功击杀对方狙击手。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，留言组将用实验进行验证，但由于保险公司极力阻拦不让吉米充当射击目标，他们只能用组织替代胶质做一个假人。接下来吉米来到枪械店，在店家的推荐下，吉米赊账拿下了这把二战时生产的狙击步枪，他能在500码外击中苍蝇，并且老板还附送了4支瞄准镜。随后他们来到靶场开始实验，本次实验将在距离目标100码的地方射击，但开始之前他们需要进行试射，以确认两人的枪法能击中1英寸大小的瞄准镜。之后他们将假人固定好，并将假人眼睛对准瞄准镜，通过抛硬币的方式，吉米获得了第一枪的机会。他能精准命中瞄准镜并击杀假人吗？只见子弹直接打爆瞄准镜，但通过观察发现，假人老兄安然无恙，似乎瞄准镜成了假人的挡箭牌。紧接着亚当又进行了射击， I'm happy with that shot. 而结果依然相同。亚当认为是两人枪法不够精准，于是请来了专业的狙击手，希望他能一枪贯穿瞄准镜打爆假人的头。
然而就算是狙击高手也没能改变之前的结果。为了提高实验的成功率，他们打算进行近距离射击。 1, 2, 3。随着子弹的发射，瞄准镜被直接崩飞，但子弹依然没能伤害假人分毫。因为看似瞄准镜的直径达到了1英寸，但里面镜片却只有半英寸，所以这比直接射中枪管更难。而历史上确实有人穿透瞄准镜射杀敌人的案例，但当时瞄准镜的镜片比现在的薄，这样会更容易被击穿。为了重现当时的情况，下面留言组将用同款狙击枪和瞄准镜进行实验，这次又能否成功呢？瞄准镜的尺寸要比现在的小很多，此次实验将用1968年生产的实心弹，它的威力比现代子弹要强，能轻松击穿两层防弹玻璃。那它又能否成功穿透瞄准镜呢？重新布置好假人之后，吉米对准瞄准镜扣动了扳机，子弹成功打断了瞄准镜的指甲，但并没有击穿。这时候他们发现了问题的原因，由于瞄准镜里有个相当厚实的金属环，子弹虽然击穿了玻璃，但却打在了金属环上，所以想要穿透瞄准镜，子弹就不能出现任何偏差。紧接着吉米开始第二次射击，他轻微调整了射击方向，随着一声枪响，瞄准镜的玻璃全部粉碎，说明子弹已经穿透了瞄准镜。但亚当却发现子弹并没有继续向前击中假人，而是停留在瞄准镜内。为了提高实验的成功率，他们最后选择了威力更大的穿甲弹。当吉米再次扣动扳机时，子弹顺利穿透瞄准镜，随后通过对假人眼睛进行解剖，发现子弹卡在2英寸深的位置，由此得出结论，子弹是真有可能穿透瞄准镜后击杀敌人，但几乎没人有这样好的枪法。据说有个倒霉鬼在铁轨上撒尿，结果刚呲出来就被电身亡了。留言组为了验证尿路能否导电，决定在铁轨上进行测试，但由于没有铁粉愿意充当志愿者，他们只能用与人体电阻相同的凝胶制作了假人，并且通过测试亚当的尿路数据，还为假人安装了泌尿系统。同时为了保证尿液的电阻一致，亚当舍身贡献了2升新鲜尿液。之后他们将650伏变压器连接在轨道上，一旦流经假人的电流超过安全值，假人就会被击倒。等所有准备就绪之后，他们站在绝缘垫上开始放尿。当拉下阀门的瞬间，假人尿得非常顺畅，但没有任何被电击的现象。亚当认为留言中可能是雨天的情况，于是他们用水将假人鞋子淋湿来模拟下雨的效果。而重新测试后，他们发现假人不但没有被电倒，反而让附近地面充满了电流。这时吉米通过高速相机发现，原来假人的尿液并不是连贯的，这就导致电流无法导通。于是他们换上了更粗的尿管，并且还缩短了与铁轨的距离。可这次实验结果会不会发生改变呢？当亚当再次拉开泌尿系统阀门的瞬间，假人立即被击倒在地。所以如果你尿尿不分叉，千万不要对着带电物体撒尿。据说下水道爆炸的威力如同地雷，产生的冲击波能让井盖直冲云霄，并且我们经常看到熊孩子干出惊天动地的壮举，因为下水道里的垃圾经过发酵会生成甲烷，一旦有火星掉入管道就能引发剧烈爆炸。可井盖真的能一飞冲天吗？为了验证这个说法是否扯淡，留言组决定在点燃下水道之前先进行模拟测试。吉米计划用钢管改成下水道模型，于是他将钢管切割成了两半，然后在切口面装上防爆玻璃，以便测试的时候观察内部的爆炸过程。同时为了对比甲烷爆炸的威力，他们还制作了3个小型井盖。实验时他们将在管道内冲入甲烷气体，当浓度达到 9.5% 时关闭阀门，因为这个比例的甲烷最容易发生爆炸，然后开启风扇让甲烷与空气充分混合。此时如果打开点火装置，管道内就可能发生爆炸。首次测试他们先模拟开放状态的下水道，等一切准备就绪之后，吉米点燃了管道内的甲烷。可这时钢管就像大家放屁一样，虽然甲烷被成功引爆，但井盖却并没有被炸飞，这是因为膨胀的气体会沿着阻力最小的路径释放。那如果管道在密封的状态下，是不是就能实现井盖飞天的效果呢？接下来吉米将端口密封了起来，这就模拟出弯管下水道被积水淹没，从而形成封闭系统的情况。而当他们再次按下引爆按钮时，3只井盖果然全部被掀飞了起来。但现实中的下水道里会堆积各种垃圾，为了让实验更加逼真，亚当随手丢进了一些金属碎片，并造成 20% 的管道堵塞，这样又会对甲烷的爆炸产生什么影响呢？可等他们重新进行点火时，这次的实验让两人非常惊讶，堵塞物不仅让燃烧速度变得更快，同时也会使井盖飞得更高。显然甲烷爆炸的威力是不容小觑的，但真的能让井盖一飞冲天吗？亚当和吉米决定引爆挖屎顿的下水道，但这样可能会弄丢几个井盖，于是他们只能来到了爆破试验场，并在这里挖出一条12米长的坑道，而这样的尺寸刚好相当于真实下水道的大小。然后在起重机的帮助下，他们将3段重达16吨的箱型涵洞铺设在坑道中。由于工程量巨大，他们还请来了施工队帮忙。吉米为了模拟下水道堆积的杂物，他将铁丝网摆放在坑道中，随后他们盖上了下水道的水泥盖板，同时还在上面预留了3个井口，为了避免盖板被爆炸掀开的可能，
他们往下水道上方覆盖了泥土，并且泥土的厚度达到了90厘米。之后吉米将三个铸铁井盖涂成显眼的颜色，而每个井盖的重量超过47公斤。如果它真的被炸飞，砸在身上估计会有一点疼。为了实验的绝对安全，他们将甲烷气罐埋在附近的土坑中，同时会用电磁阀门实现远程控制。等连接好管道与线缆之后，他们在400米外打开了注入阀门。当下水道甲烷浓度达到9.5%时，吉米启动了点火开关。3, 2, 1。随着一声巨响，地面掀起巨大灰尘，而井盖也瞬间被燃烧的气体炸飞到45米的高空，并且在6秒之后才落回地面。所以下水道爆炸的威力非常危险，大家千万不要往里面丢鞭炮，不然上天的可能就是你了。